天的礼仪指南中，我们将谈谈打电话的问题，特别是致电广播电台。首先，不要大喊大叫，然后说话平静、清晰，最好是用您觉得优雅的声音交谈。报出您的名字，时刻保持礼貌。另外，不要叫我名字，然后迅速挂断，那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维护公告，植物该浇水肯定也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这可是非全音复调音乐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想收听更多如此前卫的作品，就千万不要换台。Thank you.
奈吉尔爵士点评栏目，这一次让我们聚焦泡芙摩天塔新开的面包店多莱米。它充满音乐灵感的糕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打鼓点和的士糕，我给它打四个响葫芦。哈，
受无知青年欢迎的抖音歌手贾斯敏奥德赛真是无处不在。今天早些时候有人说看到他去了医院，也许他做了声带移植手术，以后会用移形换影技巧唱歌。哼，等着瞧吧。这里是艾伦·当格尔为您带来科技快讯。某医院为动物磁力症患者开发出了超声波炮，经这种仪器取下的所有动物都将被送往新的家庭。
海湾大厦是您梦中的理想家园。我们的独家公寓拥有所有日常必备设施，包括巨幕影院、保龄球馆和八间浴室，其中两间配有纯金马桶。如果您追求极致奢华，那么顶层复式户型将是您的首选。鹈鹕码头用天价逼退普通市民。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拜访了一位生病的友人，他竟然愚蠢地决定参加霍霍医药自然公社。
您可以嘲笑我老古板，但是患者就应该让医院里的医生治疗，而不是让德鲁伊用树叶给他们敷伤口。向各位介绍一个新栏目，名叫双点论坛。在该栏目中，我将向您展示一个争议性话题，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举个例子，若观点一为该栏目颇为精彩，则观点二为该栏目纯属浪费时间。敬请期待下周更多辩论。
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老狼空间，在这里我们以真理对抗强权，让强权时不时尴尬一下。我是老狼哈里森沃尔夫，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经过一番深入研究与详细调查，我发现霍尼史迪克斯公司的前身是某名叫霍尼史迪克斯的小公司。哈哈，没错，这家公司专卖泥巴。各位料想得到，它并不是特别成功。有一天，他们不小心把泥巴掉到了热水里，于是就开始把它当健康茶饮卖。然后用他们的话说，公司创业时就此展开新篇章。
听说电影明星罗德里克·库逊去医院探望患者了，你们看过他演的动作片《致命纤维》系列吗？要不是这种电影，这些人可能根本不会住院。
如果你想纵览尖点山的所有景点，敬请入住感动镇酒店。您将感动得流连忘返。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培训课程结束，现在下课。什么好东西，竟然是已经售罄的黑又黑山羊乐队下周五的两张演出门票。这支乐队每场演出前都会进行一场招魔仪式，只要你能把仪式经文的第一句背出来，门票就属于你了。只有真正的粉丝才能通过这场考验，不过如果有人想碰碰运气，我也随时欢迎。前来操作超级磁力强效共振扫描机。
听众打进热线是采黑又黑山羊乐队仪式的第一句经文，但只有一位给出了正确答案。恭喜你，艾玛特里莫罗，门票归你了。顺带一提，仪式第一句是：吾辈于此洁净善美之祭坛立下此誓，愿咱吃好玩好哈。真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早些时候，贾斯敏奥德赛在街上遭遇了粉丝围堵，但他通过躲进附近的医院成功甩掉了他们。而据媒体报道，这是一次慈善访问，真要为这些公关点赞。请护士前来骨科病房。
学展示需要医生。我在永无止境的爱好搜寻之旅中体会到了收集复古饭盒的乐趣，就此上了这条贼船。塑料饭盒印着卡通人物或者乐队的那种很好找，但铁铸的中世纪饭盒可真是少之又少，让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可能是因为那些十字军很会藏午饭吧。患者们即将到达骨科病房。节目由蛮租客赞助。蛮租客满足您租鳗鱼的所有需求。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Thank you.
天早晨，我经历了一次顿悟，一次天启，拨云见日，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豁然开朗，茅塞顿开，恍然大悟。那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欢收集同义词。是否已经受够了政府无处不在的监视，记录你的生活，追踪你的行动？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阴谋论者生存指南》就是为你而生的栏目。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不靠国家供水供电供一切的生存方式。只有真的勇士才敢直面这种生活，不用自来水，不用天然气，也不用电，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也不读报纸。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把门牌号挂掉，这样他们就找不着你了。请护士前来测量室。Thank you.
气霍桑。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还有中间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们又见面了。我是老瑞，瑞气霍桑，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可想死你们了，希望你们也一样想我。每天晨跑的时候就爱听这种音乐，我喜欢在下牛镇里跑步，跑得贼快，直到累倒在地为止。幸好附近就有几家医院。
奇汉堡在此自豪地介绍我们的新飞酱，用比空气还轻、克服重力的香料混合而成的秘密产品。试试我们的新飞酱吧，它们的味道好得似乎来自另一个星球。24小时全天候陪伴，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培训课程已经完成。今早，低端医疗科技公司某实验性治疗中心的全自动机器医生发生了故障，对所有患者进行了解剖，该中心不得不暂时关停。低端科技称，故障排除中，中心将马上恢复营业。
瑞奇霍桑，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今天的语气可能不如以往欢快，还请各位听众谅解。昨晚我家不太平静，我怕是没有睡够。家里的猎犬费德里科狂叫不止，把我吵醒了，我就去给他盛了一碗烤豆子，他一吃这个就会安静下来。就在这时，我发现外面吵吵嚷嚷的，来了七辆警车，两辆救护车，还有黑帮当街火拼留下的一地狼藉。我跟您讲，那个场面可不怎么赏心悦目，不过又是红光又是蓝光，大街上好像过节一样。而且更加万幸的是，天亮时候那一地的牙已经清扫得差不多了。下面听一首欢欣雀跃的歌曲，帮我们醒醒神儿。下掌心棕榈度假村再次发出地震警报，或者用那边旅馆的话说，又到了蹦蹦跳跳欢度假期的时间了，祝大家玩得开心。培训课程已经完成，
角基金会大使、作家巴塞洛缪 F 野人先生即将来到双点线演讲。这次演讲是大角大协巡回演讲的一部分，探讨该杰作20年来的深远影响。演讲将于本地文青场所举行，批评家对其评论包括：刻不容缓、混乱不堪、颜色漂亮。速速订票，机会转瞬即逝。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公告。自动零食贩卖机需要人工补货。今早爆发了一桩有关巨无霸医药的丑闻，据传他们暗中使用巨无霸出品的自动售货机采集人们的血样，而这家公司则表示这只是在监测顾客的健康状况。我觉得这真是太贴心了。
一位名叫艾丽森·凯特尔的听众和我们分享了他心中鼓舞人心的金句。他说，爱就是搅拌生命之汤的勺子。我一般不用勺子搅和汤，而是用它盛汤。不过反正怎么都说得通，对吧？闪亮登场，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六小时都属于我老狼哈里森沃尔夫，双点线最激情的电台主播，我好兴奋啊。
听到了吗？这是那些当权者们紧张的声音，他们希望我们保持沉默，但我们才不会让他们得逞。这档节目分分钟都有爆点，而我的麦克风就是点燃引线的火柴。不要走开，接下来是天气预报。
头的富豪海湾大厦是您梦中的理想家园。我们的独家公寓拥有所有日常必备设施，包括巨幕影院、保龄球馆和八间浴室，其中两间配有纯金马桶。如果您追求极致奢华，那么顶层复式户型将是您的首选。鹈鹕码头，用天价逼退普通市民。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天气预报，老听众可能一听就明白，这是老狼哈里森沃尔夫有重大新闻宣布的意思。猜得没错，上周的烟火表演的目的其实是向外太空发送信息，所以留个心眼儿，说不定能碰到天外来客呢。
森·沃尔夫闪亮登场，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有个朋友为了给我庆祝生日，安排我在米田共农场工作体验一日游。虽说是朋友吧，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说过话。无论如何，下一首歌献给各位搅拌过猪饲料的同胞。培训课程已经完成。心理医生建议我培养兴趣爱好，所以这周我又尝试了一个新爱好，修复古董家具。这可没你们想的那么轻松，坐在旧沙发上的那些人搞不好还会生气呢。可能我该试点别的。
头的富豪海湾大厦是您梦中的理想家园。我们的独家公寓拥有所有日常必备设施，包括巨幕影院、保龄球馆和8间浴室，其中2间配有纯新马桶。如果您追求极致奢华，那么顶层复式户型将是您的首选。鹈鹕码头，用天价逼退普通市民。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褪色症患者们即将抵达。科技的最新发明已经问世，它名叫夜间自动剪指甲机器人。这个灵敏的小家伙能趁你睡觉的时候帮你修剪指甲，并把剪下来的指甲按日期整理好。当然，有没有人有病到真的把它买回家，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化验过了，没有超标，所以只要没人阻止我，我还是接着放音乐吧。Thank you.
双点广播电台，欢迎来到这充满命运感的一天。你将和我奈吉尔·比克沃斯爵士在丹维帆船球场一同观看巨点橄榄球总决赛开幕的盛况。弗莱明顿的挪威龙虾队将对阵烟熏镇的鼹鼠人队，大家都想知道在花样繁出的比赛之后谁会最终获胜，悬念稍后揭晓。培训课程结束，现在下课。植物。